我们现在电玩风呢已经录完了，耶、yeah, ，开心。那最近康妮在做什么嘞？最近哦，最近康妮其实就是之前不是有漫博吗？对啊。那康妮就正好有接到几场漫博的签名会，然后就去主持这样子。嗯嗯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？超好玩的，超好玩的，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签名会其实还蛮大型的、嗯，然后是在大会舞台、嗯，那个就是所有的读者们呢都非常的热情。是不是有像老师跟老师喊话啦，或者是之类的，就是对啊，就是第一场还好，大家只会说是谢谢老师，然后或者是就是老师很喜欢之类。但是第二场呢，就有遇到爽哥，爽哥的热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，哇，他真的就是跟老师大喊啊，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拍照之类的，爱情表现他的爱，就是很棒啊。我当场就是还有称赞他说，爽哥很可爱哦，这样，对啊。然后就是哦。我要讲一下，因为如果有去漫博的同学们，对、嗯，因为是老师，所以我就说同学们，都、嗯、是看到了我现在身上这套衣服，应该就是会觉得很眼熟。哦，因为呢，就是我有一场的签名会，就是有穿就是这一套衣服，然后它是就是弑神者的签名会，那就是有一点想要就是像艾丽卡那样子的风格，就是女主角艾丽卡的风格。然后那一天的照片呢，有图为证哦。有图为证，就是其实是做这样子的打扮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但是那一天是绑马尾，然后有戴帽子，因为可爱。对，然后跟我今天的装扮又不太一样，今天就是只有戴发箍，然后绑这个双马尾。对，然后就是其实我也还蛮喜欢艾丽卡的，因为她就是坏坏的，有点像小恶魔，但是也还蛮可爱的。也谢谢你今天穿的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本周的电玩风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只有签那个就是漫博的朋友看到，就是太可惜。电玩风的朋友就是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就是会残念，所以就觉得一定要穿给大家看一下，爱现一下。OK 其实爱现的。好，谢谢康妮这次的分享耶！ Yeah, 大家要记得准时收看。对，大家记得要准时收看这一次的电玩风哦！耶、yeah, ，谢谢，拜拜。Bye.